追下去的话，不是经济部长在那里嗯啊不了解，把台电总经理又叫来解释给大家听，十年到底是什么补助的？每一笔有没有核销？每一笔有没有收据？如果只凭立法委员一句话，哦，那不得了。这也为什么？哎，中委也有这种钱，为什么每次预算这种钱都没有办法删掉？每个立法委员都想要申请啊，各显神通吗？对啊，哦，那有大小的啊，大立委申请多，小立委又像苏伟讲的，有人三万块也不敢半干，不够来了三万块，办一个活动申请三万块公益的，那人家这个一开口，哎，我真是替大家嘛就委屈就唔甘呢，规金库拢钱拢金条，规身骨拢是安尼金牌，结果就我伸手去甲公家申请钱公来补助。你袂感觉大家阿妈讲我这个心啊，就无民主的哈、啊？我们自己钱都花不完，结果还要去申请摕百姓的钱，所以这一次我认为大家阿妈真是蒙羞了。怎么样恢复他这个脸面，让幸福的最大奖拿？